今日其實都幾緊張啊，因為要同阿許家傑就拍一場比較親密嘅戲嘅，咁啊今日都係我哋嘅劇嘅第二日開工，咁所以就希望快啲可以進入個角色，進入第一間個情緒。咁樣，未合作過，我哋喺電視劇上面係啊未合作過，咁所以就都幾期待，都有啲壓力嘅。幾大挑戰嘅，因為第一次其實真係同阿 Kelly Fu 合作啦，咁跟住同埋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少做親熱戲嘅，咁所以今次，但我相信阿傅小姐係好有即係好信得過嘅，唔係好有經驗啊，好信得過嘅。佢好嘴啲定大小姐好嘴啲？未咁啊？反而淑敏同阿大小姐未拍過錫戲嘅喎，喺外回家入邊，大小姐㗎？未㗎，係俾阿曹永廉錫過啫，但係我未俾個大小姐錫過就真係。